莎娜说 TWICE 成员彼此无法替代。莎娜补充说，她希望 TWICE 作为一个团队能够永远持续下去。TWICE 成员 Sana 表达了希望女团可以尽可能的长久的在一起的愿望。在接受 Cosmopolitan Korea 的新采访时，这位24岁的偶像公开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团队未来希望。这位日本歌手还谈到他希望这群人能够继续在一起。我的成员是我们的亲密朋友、家人和商业伙伴，但是这种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很难用言语去表达。由 SOPMI 翻译的 Sana 说，并补充说，这个团体变得无法替代是不可避免的。你并没有真正告诉你的家人善意上的关系，然而我的成员理解所有的事情并与之相关，然后在此之上表达意见， Sana 解释道。关于他对乐队成员的爱， Sana 补充道，他喜欢与成员公开、亲热和敏感。我认为我是一个按照自己感觉行事的人，如果我想拥抱他们就会拥抱他们，如果他们很漂亮我就会告诉他们很漂亮，他分享掉。在随后的采访中，这位偶像还谈到了他希望永远成为女团的一员的愿望。如果是由我决定，我想坚持10年、20年，即使我们不能在一年后持续推广，我也想聚在一起看演唱会。他补充道：“我希望 TWICE 作为这样的团队永远存在。”